配合，咱们赢下了这这把，两个哥哥配合的越来越猛。谢大爷，大爷大气。啊，走了，又走了。他没他，谢谢大爷啊。蛤蟆哥估计又挂机，在忙吗？哎，不对呀，你应该不忙。这是啥？这没找到 T 恤，我就拿个这个裙子来当一下。你确定你裙子套脖上？你好家伙，你这真厉害，这又是新造型，你以后就谢贝贝姐，感谢贝姐烟花。来啊，我给你蹦起来了啊！啊，蹦起来！等一下吧，我趴近一点。我搞一个音乐。我趴近一点看。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嗨起来。好的。啊？这个叫什么歌？你看哪里有小鸡哟，你看哪里有小鸡哟，小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。啊，不是这个歌。我知道了。是有点像哈，白的、蓝的、红的。戴上这个帽子绝了，你现在就是本鸡，就是小鸡本鸡、真的绝了，你这连就神韵都像。阿西你真是厉害呀，你不仅会跳舞，你还会模仿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没想到你还会这，又解锁了，真是女主播不容易啊，真的是又要会唱歌，又美貌身材集合一身，还得会搞笑，太难了！啊，我太难了，太难了！你看他拿个本在那儿，惩罚一到是五十多条。你说吧，你要哪个惩罚？我输了，我给你做。下，你那个笔记能不能拍一下照，到时候就发给我一下呀？没问题。可是你那个笔记本，问题是吧？我这么大体格子，我。合适吗？合适。我跟你说，我那我们开始唱歌吧。我里面特别多。我跟你说吧哈，你就是你那个玩游戏哦，玩 PK， 你可以玩点有意思的，就不用每次都那个才艺，因为你本来在家里面唱就很累了，所以说你出去玩、你就别跟人家玩那种才艺了，你会很累，你就跟人家玩点有意思的，好吧？谢谢关注啊。那我们，你穿个大红色，你让我给你唱个什么歌配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凉凉吗？那是白的。凉凉跳过了，好像咱俩是不是啊？谁给你跳过凉凉？你没给我跳过凉凉吗？谁给你跳过凉凉？还有不？红颜旧跳过吗？红颜旧我俩跳过吗？我忘记。我怎么红山果唱来不？红山果，你穿这个能跳吗？咋不行了？这么欢快的歌，你确定吗？啊、红山果。等等我，我换个裤子，我套个裤子啊，因为我下面没穿裤子。好，接下来由阿西跟孟恩给大家带来表演《红山果》，请大家稍等片刻。他这衣服我不知道要跳个啥呀，先放着。红颜就跳过了，行，阿西吧。红山果有点高，我先试试，我先唱两句。太高了，这个歌，唱九儿。哎，九儿也可以啊。高粱上外空满天鹅。唱不唱九儿？我唱不上去。等我到时候我练练，我看我能唱上去，我再找他。甄嬛传，甄嬛传是歌吗？你唱爱江山爱美，爱江山更爱美人也可以。你唱两句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太低了。来吧，红山果吧啊！红山果，红山果。好没好吗？好没，准备开始了。重新来啊！一会儿你 OK， 我再放歌啊。我今天要不要把我自己的脸挡住啊？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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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开始了。等一下。哎，我怕我唱翻车。小船，一个我，一颗心，一把火，一个木瓜，一个你，划着船过了河，你在水边看着我。一年前你路过我家屋前的那条路，我悄悄地看着你，你也偷偷地望着我，绕过山，趟过河，三天五天你装路过，你心里早有我，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满山。行啊，铁子，不行啊，你这个不是这个，今天这个衣服跟这个歌完全就不搭，我觉得不搭。你们觉得搭吗？我这个歌可费嗓子，我不在直播间唱，累死了，唱这歌。没事，咱就是还可以娱乐娱乐，跳一下。
因为我换衣服也来不及。喂，以后跟他连麦的时候，我唱完歌我也得向他。还行吧，这个红汉我这个怎么样？太高了，好看吧？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我真的是。好嘞，那我们行行行，改天再合作。你有没有想过《红山谷》这个歌啊？它适合用什么样的表演形式呈现出来的？我觉得刚刚那个跳的那个，总感觉怪怪的，说不上来。你学衣服吗？不是，跳的也不适合。一会儿就是等我下了播有空的时候，我再看一下咱们的录屏，我再看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因为这个歌它的那个鼓点哒哒哒哒，然后你跳的太柔了，跟这个就不搭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嘞，拜拜啊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，嗯，拜拜。哎。咱们又来找我了呢，咱们又来找，哎，卡车吗？他是卡车吗？哎，他是卡车吗？没卡吧？我看他又来那个，天下无敌，你应该穿个少数服民族，没有，我不能一直换呀，我不能一直换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人家只是对一个歌曲的理解，人家一直对歌曲的理解，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嘛，没事的。这还想跳跳舞，你还想看跳舞，那你。